年冇嚟过东京，唔知行咩好。日本连锁杂货品牌 VCOS 旧年就喺原宿开设旗舰店，全日本最大，占地近4500尺，喺原宿街头一眼就望到，非常抢眼。VCOS 之所以叫 VCOS， 是因为店入面大部分商品都只需要3个100日圆的银仔就买得到，家品、杂货、饰物等等都有。最近香港人很喜欢行的 Daiso 12元店，但是款式外形就更加简约，颜色选用柔和的大地色系，很有北欧风的感觉。讲了这么久，一起进去扫平货啦！一入门口就已经见到原宿店限定的零食系列，包装相当可爱，买回香港做手信都不失礼啊。行多两步就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家品部，杯杯碟碟这些全部都是抢手货，外形和另一个日本家品品牌很相似，但是价钱至少平一半。店铺除了价钱平，另一个最大卖点就是有极大量可爱的饰物，全部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，看下去一点都不廉价，日系精致女孩必备。另外亦都有大量实用的小型家电，通通好看又好用。这盏月亮灯虽然不是300日圆，但是质素相当好，还有加湿器的功能，冬天这么干燥，没理由不买吧。宠物用品方面同样贯彻品牌的形象，一样用同一个系列的色调调色，和其他家品衬到绝啊。如果女仔想买下袜和袋仔的话，这里都一样有的。最后还有原宿店限定的植物专区，不妨买回去点缀一下屋企嘅环境啦！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